总统的话投谁？投了民主党，就是 Kamala Harris。那可以请问原因是什么？因为就是在我自己本身不是 Democratic 的 big fan， 但是我不喜欢 Donald Trump 这个人的人品，所以选了他。我就是觉得他会把美国带到一个正常的轨道去吧，对他有比较有信心一点。那请问您州参议员？是那个区议员对不对？还有那个还有选了那个寇顿，因为觉得他这个社区还做的蛮多的，因为我们住在这里20多年了，都比较认识他。然后他经常到学校啊，我研究生的帮忙都选了他。那今天在这边是做义工，对义工，我们是做义工的。对，那时候请问你们这次总统投谁？总统票投谁？我们。主要是不希望有战争、yeah. 啊，社会治安好、yeah. 啊，不叫恶劣小孩还没到年龄就可以自己决定变性啊，或者什么，所以我们的理念就是走川普、yeah. 啊，我们不要零零后，我们要治安，要好啊，最重要的是治安好，看看好。就我们周参议员的部分，我原因是什么？周参议员投陈水扁，投给那个陈水扁。他很担当这个人，因为我在86街，我就看到他，因为反对那个游民所呢，他做出很大的自己努力，领导大家一起去抗争，所以我看到他有担当。就是说他为那个反游民所啊，他为领导大家呢做出很大的贡献。我觉得他以后会为我们社区会做出很好的。在86街事件以前，他都有为华人服务的，都有出来为大家服务，但是他就付出了，没要求什么名誉啊什么的，在。86届以后，才让更多的人认识他。